爸爸，你看你的生日礼物哎，大伯伯送你的，是什么？哎，想摸又会怕。哎，它是芭比耶。哎，好可爱哦。真大！哈哈哈哈哈！他说什么？订阅。好，订阅啊。那订阅谁？妈妈。好，订阅妈妈。妈妈。啊，贵贵要订阅吗？不用啊。哇，你嫌自己订阅太多了吗？对对。